にいるぞ。已经没有生的希望，但是他还有一件事必须在牺牲前完成，那就是不能因为自己暴露了大家。所以这次不仅要舍身赴义，恐怕还得粉身碎骨。太厉害了，这都是我要的材料，这么快就弄到了。哎，对了，这方，你看，王福生说他要能帮我弄到材料，让我给他做个狙击镜，我做好了。他人呢？他走了。走了？回华山山了？哎，这小子不对啊，把材料都弄来了，他不跟我要这个。这人他有点怪啊，他牺牲了。大鹏，你说什么？他牺牲了。亲眼看见的，亲眼看见的。你受伤了吗？我受伤，那你为什么不救他？没有办法救。什么叫没有办法救？啊？那是你出生入死的兄弟，你亲眼看见他死，你为什么不救他？啊？你为什么不救他？你为什么不救他？你为什么不救他？放开！放开！你为什么不救他？你给我起来！你为什么不救他？你为什么不救他？我呀，我知道你的意思。我告诉你，死对我来说就是个球。我心里头比你更难受。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跟敌人同归于尽，但是我没法救。如果我暴露了材料咋办？我可以不要这些材料，但我不想让他死。你错了，错了！消费队所有的人为了材料可以不惜一切代价。你要真是个爷们儿，你就把枪早点造出来。你要真想为他报仇，你就早点把枪造出来。快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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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一个队长，一个队长，快去救！来，给我给队，过来！告诉我们，我们还是要想想办法。如果我们抓不到钱，那两个人干什么的？快走！接住这两个人！杜根，小飞，喂喂喂喂，杜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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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在下面等我们呢，快！陆亚，撑住啊！快！
来，杰森，上车，来，快！ 出什么事了？他受伤了，赶紧送医院啊！不行，现在全城的特务都已经出动了，他们张开了炮，就等着我们去医院。杰森，现在只能去备用地点，是古门八号。我已经请了医生，你放心，他不会有事的。好，赶紧去。